可能干不到他，但是一级不是很怕剑姬。嘿嘿嘿，小菜鸟。 这小菜鸟要干嘛？给你拖下去有点恶心啊！谁把我的一血抢了？没有这一血，我这钱不够买装备啊！说实话，这波回家回的不是很赚，还要等会金币，线上等级估计都没他高了，买个药也太难受了。 多一把长剑，多一把长剑很恐怖的。他怎么还不升三级？我挺好奇的。 啊，这一刀能 boss 了吗？说实话，我感觉我死了，但这一刀突然把他 boss 了，我都已经不适应了。没办法，这一刀我凝聚的太多功力了，11%的坚硬不倒，加上160暴击的伤害，这一刀说实话，暴击伤害是真的高，他就该死了，他这一刀。 经营不倒叠满了，加上一技能自带 160% 的攻击力，确实还该死 ，buff 叠满。怎么扭的？玩的 Q 很窄，跟 EZ 的 Q 似的，动不了。好像EZ的没减速呢，把那个减速加速给抵消了。 越了呀，这种情况越好，多舒服呀！这优势拿的我都不好意思了，都不好意思了，这优势。可以，这盲僧勉强给你勉强给你个认可。 刚哥打野教父的认可，加速变了，辅助吗？滑板鞋优势很大呀。有岩雀在滑板鞋应该玩不了，我们这种滑板鞋滑不起来的，控制太多了。
个休一天啥都没干呢，调整心态啊，游戏还是心态很关键的，有时候打多了会着急的，休息一天一把游戏不打，心态舒服多了。我现在基本上不怎么会红了，你知道吗？昨天队友坑了我一整天我都没红。아군이당했습니다，我相信我的巅峰很快就要来了。嗯，不好干他。加你们一滴呀！哎呦，王生好像对我不太满意啊，对我不太满意是吧？有些问题不大，失误嘛，很正常。打太着急了点。적을처치했습니다有失误不是很正常吗？这敢打得上呢，他就是会有失误呀。用完了以后是个脆皮，很正常。两个眼没了，坏了呀！这波有点伤了。滑板鞋应该是护甲鞋才对。感觉伤害比我高很多啊。把我害死了，你是怎么这么难打？天哪，你输出来了。哎呀，交给我吧，这部对面除了送塔别无选择。我杀这个有一点懵，不够清醒。前期剑姬是这样的，拿了优势送回去你会觉得我很菜，但其实这英雄前期他确实没什么强，送回去是很正常。
他有一分钟闪现，看能不能干死他。放 Q 呀，他为啥不放 Q 呀，我挺好奇的，怎么办呢，艰难度日了，那一下比我弱点还痛，我以为还没有弱点痛呢。嗯，大意了。没事，他这样跟我后来换来换去的，他是很亏的。他换不赢我的，没问题。这把应该不可能买不假型，这个控制有点多。我以为我一到弱点平 A 能把血吸上来，지금나한테도전하는거냐，真菜啊，如今，哎，菜就菜吧，也没什么对手。直播这一行上单也没什么对手，菜就菜吧，刚哥已经把他们熬死了，没有人再来抢刚哥的流量了，菜就菜吧，啊，真他妈难打，确实操作不过呀。打不了了，尴尬的，哎，黑子说话啊，还猜不猜，最后打出了哇，제압되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누가날감당하겠어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2233干点事吧，刚哥要干活了，不是这个逼怎么这么坏呢，哇，两个耐皮狗，三个耐皮狗，哎，我按个 TP 都能被发现吗，真牛逼啊，按个 TP 都能被发现，
妈的，刚瞄眼弹幕，他妈的就被打乱 TP 了啊！不让瞄弹幕了。我还是好像没那么深啊，我这有点小混。中单比较厉害。智商也很高啊，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人头这挠蛋来的乱砍，上坦来的中坦，关键没错，撞上去小问题。怎么比完？哎，这卡梅大师捏的后有点太死，这卡梅捏的有点太死，不合理。捏的，为什么能捏这么久啊？坏了，连小崩了的，这把没有农啊，这把没有农怎么赢？嗯，这先锋有时候在屁股后面，有时候在前面，搞不懂。而且好像有点难打。너희들이노력할때난이루어내거든这确实蛮贱的，玩游戏玩这个样子。有点贱的，正面都不要了是吧？啊，正面不影响过呀，大天使扛住了，有点过分了，但正面还是没打好，一光二是亏的，崩掉了，崩掉了，杀一个门 ，A， 完了，就崩了就完了。哇，为什么带个线的没卡牌抓呀？好贱的卡牌，奸贼，太过分了！他卡林斯塔，卡林斯塔有点。这贱东西。来上剑波，这人很喜欢捏，那看看谁捏的更死。果然还在。盲僧为啥不去替火人呢？算了，能玩。阿鲁也参与死你了。这波是真崩大了，这波。
坑了，有点不能玩了，是吧？有点像。지금난도전하는거야포탑이나사毛病吗？这么干死你！这样子玩怕是有点难玩。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要记喽。亲爱的菩提火男，差点钱买个装备吧。又是一把龙魂局。现在打的非常喜欢犯毛病，我也不是他妈的打得很厉害，跟他们犯一样的毛病。阿古尼当也死了，完全睡不动了。阿古尼当也死了，这游戏要输了呀！苏汉斯汉杰的 game 这个挂机了，不用玩了呀。很难啊，很难，说不清楚呀，感觉节奏很差，是为什么？是我的问题吗？还是说他妈是什么毛病呢？为什么节奏这么差呀？我真的说不清楚啊，真的，不知道为啥节奏这么差，好难赢的游戏。输了呀，输了，这结束吧，他就是赢不了，你知道吧？这游戏他就是不能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我做错啥了，就是。